人要拿地契去借新台币150万元，然后当铺业者经济有意立即通报警方，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该名妇人遭假交友、假投资的方式诈骗。那他为什么要去借那个东西？是因为本身自己总共是被骗了多少钱？是300万还是150万？经警方了解，该名妇人已面交5次，遭诈骗金额高达新台币236万元。那这次呢？本次哈、第六次，叫提款金额新台币300万元要交给那个投资公司，啊，警方立即派员到就近的超商埋伏，查获该名车手。那我们是派了多少？乔装哈、为那个外送员的服装哈、然后在便利商店里面埋伏，那现场又有派34名员警在外埋伏守候。那我们这个哈、为什么会有人通报说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事件？是本身他当铺业者为什么不是说他拿地契给他嘛？那后来他为什么不赚的部分？后来跟我们警方合作。现在当铺业者哈、就有异状都会通报警方哈、该当铺业者哈、那个通报的次数哈、已经不止一次了。所以刚好就是看不下去了，所以帮忙协助警方。当铺业者也惊觉哈、这个诈骗手法哈、危害民众的财产证据哈、那主动通报警方。本身这个妇人是做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钱哈、被诈骗哈、那是怎样的一个部分？那是不是救回来之后，是不是感谢警方？该名妇人为家庭主妇啊哈、那因为在家里哈、可能看到一些投资股票的方式哈、然后那个经验不足哈、所以遭诈骗。麻烦记下这里。上个月来领钱，那个月还行。你得出去哦。